怎么心胸就是闷忌，无法振作就像乏力，想散心就是刺激，驱散心中的压抑。吹着海风，秋树下静静，还细听那沙沙风声，拖我手，跟我走，走那幸福的岸楼。冬天都樱花，钻石山水画，闭上眼可见。风一般潇洒，不需纷争，假形对应。深呼吸一口，短促一息间，满意送走了。平淡逐渐再不觉粉味，想出走到异地，想起多已欢喜，不需讲究预备，亦无任何顾忌，即使车票无期，心一早已起飞，不许双脚着地，不必苦恼现在，来一起飞到极地，不必一再延期。非常精彩的開場舞就揭開了我們今年多倫多華裔小姐競選的序幕了。今年一句說話，馬照跑，舞照跳，所以我們多倫多華姐就繼續搞。是啊，不過歡迎我們今年的新拍檔沙菲寶小姐姐，你好啊。大家好啊，前輩Leon 你好啊。其實今年呢，真的我們台前幕後這麼多個工作人員，包括我們八位的佳麗，即是傾盡所能，就是很希望今天可以帶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夜晚給大家的同時，其實今晚我們是非常特別的，由剛才的開場舞大家已經看到了，充滿了拉丁美洲風情的音樂襯托之下，八位的佳麗呢
带我哋嚟到咗北美洲，而且系咁多旅游景点嘅多伦多，同埋我而家先知啊，原来最靓嘅风景咪就喺身边咯。哇，你唔使咁公开赞我嘅。OK， 嗱，咁其实今年咧好特别啦，因为冇得四周围去。咁但系咧，嗱，我哋冇偷懒噶，因为咧我哋啲佳丽咧就带大家睇呢个多伦多嘅美景，同埋咧就带大家咧去哇游览全世界嘅风情。咁等呢个疫情过去之后咧，大家就可以亲身去领会一下啦。系啊，嗱，例如今晚咧，我哋有个泳装嘅环节啦。其实各位嘅佳丽咧，亦都会带大家去回顾佢哋难忘嘅呢个旅程啊。呢个简直系可以带住咧电视机前面嘅各位观众咧去体验唔一样嘅风情啊。点止啊，嗱，仲有一场咧非常之特色嘅 fashion show， 就每位佳丽啊会着住唔同国家特色嘅服装，哇，可以令大家咧足不出户就能够饱览世界风情，好犀利。当然仲有每一届嘅华姐咧都会有各位嘅佳丽咧去展现佢哋嘅才艺咧，呢个相当之重要啦。同埋咧我哋咧劳苦功高嘅评判们啊，因为咧要争夺啊各位佳丽呢个冠亚季军嘅宝座啊嘛。嗱，咁除咗冠亚季之外咧，仲有咧呢个友谊小姐奖啦，有呢个嘅 King's Candy 最上镜小姐奖啦，同埋美元发彩亮丽秀发奖，好多奖项要攞嘅。系啊，总之咧今晚咧就系非常之精彩嘅，大家要落足眼力啊，考一考你哋会唔会估得啱啊？嗱，最落眼力咧，我相信咧就唔系我哋两个，就系、是、啲各位嘅评审团啦，啊，真系劳苦功高。喺呢个时候咧，同大家咧介绍一下先。好，首先我哋有著名模特兒黃以溪小姐，歡迎歡迎。我哋有加拿大青少年基金會名誉主席及首席顧問李允林小姐。咁啊 ，Kaling 咧仲喺咧今年嘅 Miss Intercontinental Canada 同埋 Third Princess of Miss World Canada， 非常之犀利啊！係啊，歡迎曬。好，我哋有資深專業攝影師劉信恆先生。同埋我哋嘅大會核數師就係有任志偉特許會計師，哇！咁多位真係勞苦功高啦，今晚。係啊，今晚嘅冠亞季啦，同埋咁多個獎項就靠曬佢哋啦。所以咧，之前咧，其實咧，我哋八位嘅佳麗咧，已經同各位嘅評判就見過面噶啦。不過我覺得今晚始終個表現都係好重要，仲有翻本嘅機會噶。哦，咁梗係啦，現場嘅表現非常之重要啊！好啦，嗱，咁啊，今年咧就非常之特別啦，因為咧我哋有好多呢啲外景嘅拍攝，咁啊，每位佳麗咧就以唔同嘅演繹方式嚟襯托嗰啲嘅video， 哇，真係好期待啊！你知唔知啊？簡直就好似咧個個拍咗個 MV 咁樣啊！我相信咧睇緊節目嘅你哋咧，同我哋一樣都係咁期待嘅。咁好啦，廣告翻嚟之後，馬上繼續我哋多倫多華裔小姐競選。嗱，沙菲寶啊，每年嘅呢一 part 我好期待啦，因為咧才藝比拼啊係非常之精彩嘅。嗱，咁但係今年啊，因為疫情啦，大家知道啦，雖然冇辦法咧喺現場咧就能夠做呢個才藝嘅比拼啦，但係我哋冇偷懶嘅喎，因為咧我哋所有工作人員咧真係落足心機，務求啊就令到每位佳麗咧演出嘅時候更加突出啊！你真係講得非常之落力啊，搞到我自己都好想睇，同埋馬上大家即係即刻有得睇㗎啦。嗯，冇錯啦，嗱，咁樣咧我哋咧八位佳麗咧就將會咧係分成四組啦，咁啊第一組出場咧就係有一號嘅馮子瑩啦，同埋咧五號嘅馮曉彤。嗱，一號嘅 Krista 咧，佢就話佢唔怕面對挑戰，因為克服呢個難關之後啊，哇嗰種嘅滿足感咧係更加大嘅。你知唔知啊？佢會拉走呢個嘅小提琴嚟迎戰，好期待啊！你知唔知跟住咧五號 Nicole 啦，其實本身咧疫情之前咧，佢本身應該去咗英國讀書噶啦，就即係咁啱啦，今年就係疫情啦，反而咧令到佢有機會咧就嚟參加我哋嘅多倫多華裔小姐。所以今次嘅才藝表演嘅環節咧，佢就話佢好希望咧重拾翻喺讀書時候嘅興趣，去打下籃球啊！好，一齊睇睇先。
your set to fake right and break left. Watch out for the pick and keep an eye on the fence. Gotta run the give and go, take the ball to the hole. And don't be afraid to shoot the outside, Jay. Just keep your head in the game. Just keep your head in the game. And don't be afraid to shoot the outside, Jay. Just keep your head in the game. You gotta get your head in the game. We gotta get a head in the game. You gotta get your head in the game. Make sure that we get the rebound. Cause when we get it, then the crowd go wild. A second chance, gotta grab it and go. Maybe this time we'll hit the right notes. I gotta get my head in the game.好，咁啊，跟住第二組出場咧，就係有二號楊柳啦，同埋有七號歐玉兒。二號 Mia 咧，佢就話因為今次嘅疫情咧，就打破咗唔少人嘅計劃啦。但係咧，佢就冇氣餒喎，因為咧，佢就話覺得呢個有危自有機，咁啊，為自己同埋他人咧就創造新嘅商機啊。佢就以呢個中國舞啊，展現咧一個女強人都可以千嬌百媚。嗱，七號 Diana 咧，其實佢本身係一個舞蹈教師嚟噶，咁佢就好希望咧一路咧通過呢個教授舞蹈，將佢自己嘅正能量就俾到學生同埋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正面地去面對而家嘅生活啊。咁當然今日嘅場藝表演當中咧，大家一定會睇到、欣賞到嘅，就係佢為大家帶嚟嘅舞蹈啦。而且今次呢段舞蹈咧非常之特別喎，因為喺呢段舞蹈入邊有兩個佢自己啊，唔通真係嗰句贏人就先要贏自己？Thanks. Just put it. I see it. I like it. I want it. I got it. Yeah.
跟住落嚟咧就係有三號温靜啦，同埋四號藝思佳。嗱，咁啊三號嘅晶咧，佢就誒好犀利，自己做咗個網站啦。個網站咧就每日更新咧呢個疫情嘅嗰個情況啊。但係佢就話啦，嗱，每日咧要留意住嗰個疫情咧，同時咧最重要乜嘢啊？保持心情愉快，呢個真係好犀利嘅。所以佢就話咧啊，今晚咧就會有一首Chris Brown 嘅 Look at Me Now， 又 rap 又跳，希望大家咧睇到都心情愉快啲啦。我而家一路 Look at You Now， 跟住我要同大家介紹埋啦。跟住咧四號嘅 Bella， 其實咧今次嘅疫情令到佢多咗好多時間去思考啦，多咗好多時間去自己準備啊。同埋咧佢話咧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其實佢一個完美主義者嚟嘅。不過佢真係參加咗好多比賽噶啦，佢都話：哎呀，自己真係好謙虛地覺得咧，即使參加咗咁多比賽，佢都好驚跟住落嚟嘅才藝表演會唔完美啊！兩種舞蹈，兩種態度，一齊送俾你。I gotta shut any little things you gotta think be doing, cause it matters. I'm gonn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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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Then I'ma murder everything, anything. But a boom, but a bang, gotta do a lot of things. Make a couple clear, then I'm always winning. Gotta get it and get it and get it again. If you're doing to death, not move little foul. Better call a ref. No, my style ain't known the best when it comes to this. My bang, my chest and bang, the east and bang, the west and the cover give you more. I will never give you less. Here in the street, can't read it in the press. Do you really wanna know what's next?哇！咁快咧就到最後一組啦，有六號嘅李尚啦，同埋八號邝正添。嗱，咁啊六號嘅 Tina 咧，佢就話自己係宅女嚟嘅，咁啊成日都留喺屋企嗰度啦，係嘛？咁啊最好咧就將自己屋企咧變成 KTV 喺度練歌。嗱，佢話咧佢最有把握嘅就係唱《把握》呢首歌啊，將自己咧變成 MV 嘅女主角。
跟住落嚟咧，大家亦都會睇到咧，就係八號 Rachel 嘅演出嘅。咁其實咧，經過今次咧 ，Rachel 話佢明白到，原來咧喺呢個世間上嘅好多嘢，真係唔係我哋自己啊可以控制嘅。所以我哋唯有可以做嘅，亦都係積極地去面對啊。咁其實 Rachel 咧，你知唔知咧？佢係充滿咗藝術細胞，係文清一名喎。同埋咧，佢今次咧選擇送俾大家嘅係自彈同埋自畫。自彈咧，佢係會親自演奏一曲送俾大家。同埋咧 ，Rachel 嘅畫功係真係不得了，所以咧，佢話佢轉頭亦都會將今晚咁靚嘅呢一刻咧，透過自畫係呈現俾大家噶。哇！八位嘅演出咧，真係講話各有千秋啦。但係咧，佢有共同嘅目標嘅喎，就係咧想以自己嘅呢個演出咧嚟答謝咧各位嘅醫護人員啦，同埋前線工作者嘅。係啊，所以咧，其實作為我哋咧，亦都以身作則嚇，乖乖地做好防疫措施，減低各位醫護人員嘅壓力同埋負擔。誒嗱，講到壓力呢樣嘢啦，嗱，我相信咧歷屆嘅華姐咧，覺得最有壓力嘅就係呢個嘅泳裝問答環節，下一 part 就係啦嘛。我都好緊張啊，你都知啦，前輩，我係第一次主持泳裝環節喎。
所以咧，其實作為女主持，究竟我一陣間使唔使即係借視線啊，當睇唔到啊，或者借啊位啊，同埋咧都唔知道咧喺邊一部分再問佢哋問題咧，等佢哋答得又更加得體啊！即係視線呢個問題咧，我相信呢個滋擾唔係啲男主持嘅滋擾嚟，咩女主持都有呢個問題㗎嚇，嚇都有係嘛？好啦，咁一陣間非常期待咧，沙比寶嘅視線喺邊度啦？一陣見。好，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我非常期待就是这个泳装问答环节。但我想知道即是女拍档你。你身為呢個女性嘅主持，你係點睇咧？做乜問得咁衰嘅？點解咪衰啫？我真係想問一下你啊嘛！嗱，講真啦，美貌與智慧並重咧，就係人人都希望噶啦。我都唔知幾想啊，學似佢哋咁樣樣啊，可以喺即係喺個台度行一圈啊，係啊！即係原來先頭咧彩排著曬 bikini 喺度台嚟 check 下就係你嚟噶嘛？嗰、那個得唔得？傻唔傻啊？簡直有前有後打四八就啦！咁我哋講翻咧呢個正題先，言歸正傳嚇。咁啊，今次咧其實咧每一位嘅佳麗咧，佢哋。除了是这个泳装环节之外，他还会带给大家就是一次难忘的旅行的经历啊。是，那今天我们还会就为他们度身订造，就是给一条分析性格的问题。那么除了呢考这个佳丽的应对的能力之余，亦都可以看他们的内心。哎，即是说不是只是问答环节这么简单。简单啊，好了，事不宜迟，有请出一号冯子莹跟大家见面。我小时候爹妈咪就很信任我。好似八歲嗰年，佢帶咗去泰國嗰度旅遊。佢為咗想鍛鍊我夠獨立，將我留喺酒店度，而我就自己一個去食飯、睇電視同埋遊樂室嗰度玩。之後我仲識自己翻房度執行李。經過嗰次之後，我覺得自己有好強嘅適應能力，去到邊都可以照顧到自己。Krista， 兩位司儀，你哋 ，Hello， 你好，你好，嗱，咁啊，而家咧就俾一條問題俾你嘅嚇，咁啊，今次咧就為你咧精心安排咗咧就係三個泰國嘅景點俾你 ，OK， 嗱，咁啊俾你揀 A、B、C 嘅喎 ，OK， 好啦，嗱 ，A 咧就係呢一個嘅收藏各種屍體古怪器官嘅屍體醫學博物館，哇，哇，呢個有啲恐怖啊，係咯，好啦 ，B 咧就係呢個昆蟲 fine dining。一間咧專食蟲嘅高級餐廳，喂，呢個都恐怖啊！哇，呢個好高蛋白質啊！呢個好啦，咁啊 C 咧就係有各種超級英雄雕像嘅廟宇，咁啊連成龍啊碧咸嘅雕像都有嘅。OK，OK。嗱 A、B、C， 你會揀最想去邊度咧？我最想就會去 A 嗰個醫學博物館，因為我覺得佢個醫學博物館同我自己喺 University 讀嘅嗰兩科好有關係 ，anthropology 同埋 psychology。喺 anthropology 嗰度，我覺得我嗰陣讀書有學到點樣去睇啲 bones 去識辨嗰、那個嗰副骨頭嘅嗰、那個人佢個 gender 嗰啲，仲有可以 based on 嗰個骨頭可以睇到佢有好多 life story 嗰啲，咁變咗我覺得喺三個 option 之中喺個博物館嗰度，我會可以學到最多嘢。而我覺得你食昆蟲嗰、那個，你平時 night market 嗰已經有得食昆蟲，而你身體碧鹹嗰啲，你自己上網乜都有得睇到。哇！哎呀，分析又幾好嘅，即係嗱，我覺得咧原本咧嗰、那個答案咧又有少少恐怖噶嘛，但係俾佢咁樣講咧，講到好鬼有科學嘅味道咯。但係你知唔知咧？頭先咧 ，Krista 一路望住你咧 ，Leo， 即係話其實佢唔係睇你個靚仔樣，佢一睇已經睇到你成排骨啦，係啊，睇透視眼喎，你好嘢喎，真係。唔錯唔錯啊。OK， 咁嗱，不如分析下佢個性格先啦。好，咁啊，你又揀咗。A 啦，咁啊答案 A 咧，其实就系话你系一个非常淡定嘅人啊，中意按照自己嘅节奏生活，但系咧你亦都会主动关心人噶。哇，你觉得你自己系咪好淡定嘅人啊？
我而家啱啱要所答嘅答案，我都覺得自己好淡定。哦，咁啊係喎，係喎，頭先真係答得好好啊，一啲震都冇啊，著住泳裝喺度係嘛，有少少凍嘅感覺，一啲都冇怯場啊，非常之犀利。OK， 好，唔該曬你 ，thank you。好了，那么跟着来呢，我们看看就是由一号杨楼 Mia。我20岁的时候呢，在台北读书，当时和同学约好了一起骑单车环岛旅行。结果有一次在台中的时候，我们就被导航带到了乡间小路上。结果我们的到访惊动了村子里的狗，我们在前面骑车，后面的狗就在后面追我们。当时我真的非常的害怕，只能拼命的往前骑。没想到自由行也有身不由己的时候。Mia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评委好，大家好。好了 ，Mia 呢？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呢再有一次机会呢，让你就是做这个自行车的旅游啊，那你会选择以下的哪一种自行车呢？选择 A， 就是要几个人一起合作的多人自行车。哇哦。B 就是一边踩还有一边锻炼的爬山自行车，叫做 elliptical bike。哇，好辛苦啊！那么 C 呢，就是带备这个食物的冰箱自行车，可以呢随时吃东西，也可以呢卖东西给别人。A、B、C， 你会选择哪一项？其实骑单车真的是非常健康而且低碳的一个活动。那这三个选项都不错，如果一定要我选的话，我会选择 C， 带有冰箱的单车。为什么呢？那其实原因非常简单，首先我们从 A 开始说啊。那多人单车我们都知道，大家在一起骑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但是通常多人单车都非常的长，像是我这种爱说话的人，如果我坐在最后一个，我的好朋友坐在前面，我想跟他打个招呼我还要喊，所以这个不在我的选项之内。那第二个是锻炼的单车啊，其实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健身的，但是出游嘛，大家最重要的是开开心心的。如果我骗我的朋友出来跟我一起玩，但是我告诉他们来今天我们骑锻炼单车，我估计下次他们都不跟我出来了，所以我选择 C。那有句话说得很好，秀色可餐，这个不光形容女孩子，更多的是形容美丽的风景和美丽的食物。那大家欣赏风景吃着食物肯定是非常开心的一个周末了，所以呢我选择 C 和大家一起分享。那现在你想知道你选的这个答案的就是代表的是什么？好 OK， 我们看一下他的性格啊。好，你刚才选的是第三个哈，答案三呢就是你非常的懂得未雨绸缪，但内心呢又渴望新的刺激。非常感谢你，谢谢，谢谢你，谢谢大家。好，那么跟着来我们看一下三号的佳丽温静。为了能够体验韩国生活和文化，我专门来到了韩国，就是为了可以和他们在出租车上和咖啡馆里用韩语和他们交流。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可以开阔我的眼界，也可以提高我的语言能力。可能当地人觉得我是旅客，但是我觉得他们会觉得我非常的热情和亲切。阿静你好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好了啦，现在呢，我想来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呢，韩国人其实呢是非常的浪漫啊，因为呢，他们呢就是一年呢12个月，每一个月的14号都有呢不同形式的情人节。嗯 ，OK，
那么请你呢在以下的三个日子当中选择一个呢最想庆祝的情人节。那听清楚了， A 就是3月14号白色情人节啊，就是呢由男生回礼给女生。嗯，选择 B 呢就是6月14号亲亲情人节，啊，会以 kiss 的形式来庆祝。那么所以呢当天呢唇膏特别好卖。对啊，还有一个呢啊 C 呢7月14号银色情人节。那么情侣之间呢会互相的赠送银器啊的首饰来作为礼物，当天所有的费用啊都是由父母来交。哦，啊，这个很厉害啊。 ABC 你会选择哪一项？我可能会选第二个小小的 kiss。因为从小到大呢我的爸爸妈妈呢他们就是会用这种小小的 kiss 的方式来展现给我就是他们有多爱我，那他们也会用小小的 kiss 的方式来展现他们有多爱对方。所以呢我也想用这种小小的方式来告诉我的以后的男朋友我有多么喜欢他，我有多么欣赏他，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哦，呢啲叫做咧，无论爱得有几深，嘴嘴最均真。哇，真系好押韵啊！但是这样追你好省钱呐，又不用回礼，然后又不用买银器，但是就是他能表现出他就是。就爱你，对不对？对，我是觉得这个他这种就是浪漫型的，对，但是不是物质型的。我跟你讲，爱情跟面包啊，小妹妹两样都得有，还得喝水呢。系讲心唔讲金噶嘛，人哋呢啲系最好啊，俾啊分析下人哋嘅性格先，快啲。好，你刚才选的是这个6月14号哈 ，sex 情人节，那这代表呢，你时刻追求浪漫，也会要求另一半呢跟你一样，是这样吗？是的，我觉得生活要有点小情绪，有点浪漫，我觉得非常好。好，感谢你啦，感谢你啦，谢谢大家。唔该晒，咁啊，跟住咧，我哋睇下四号街嚟艺师街 ，Bella。我觉得去旅行一定要去当地的名胜，因为能被大众认可的地方一定有它的价值。所以我去了法国的普罗旺斯看薰衣草，也去了迈阿密感受他们的阳光沙滩。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去迪拜的沙漠看日出，不知道要过多久才能填满我的 checklist 呢？贝拉你好，女生好，大家好。啊，刚才你提到呢，你想去这个迪拜啊，现在呢这个问题呢，就是考验一下你有多了解这个地方啊。在迪拜呢，女性的服装一向呢都很保守。那么假设如果要在当地举行一场选美会，你会选择哪一款的泳装来进行表演呢？那看着啊，选择 A 叫做 face skinny， 从头包到脚的蛙人泳装，有多种图案啊。然后呢这个 B 叫做 Burkini，这个是阿拉伯国家穆斯林女性的传统泳装。嗯，然后呢 C 啊，这个厉害的就是画上男性身形的 哇这个泳装，哇这个泳装，这个泳装我知道适合你啦，见到今日你啊女扮男装咁啊，即系中意呢味嘢啦。我喜欢。好了，那么 A、B、C 你会选择哪一种的泳装来进行选美呢？我们不会一样吧？你不要影响别人啦，对不起，对不起，你看看人家啊。嗯，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我会选择 A face skinny。那为什么就是为什么选这个？因为我觉得首先迪拜的阳光肯定非常的大，很多女生肯定都有跟我一样的顾虑，会怕晒黑。那 face skinny 呢，把脸也很好的保护起来了，所以说不会受到太阳的侵害。然后还有在就是 face skinny 是一个紧身的泳衣，我觉得作为一个选美比赛，它也可以很好的勾勒出女性的线条，包括前面还可以选择不同不样的那个图案，所以每个女生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图案代表自己的性格，也可以让评委和观众更好的了解她们。
也对啊，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不会选择这个 C， 就像他所说的那个男性的，因为这个很特别，而且呢你个子这么高，穿上这个男性身形的泳装，哇哇，看起来呢好像看到胸肌好像很发达。哎呦，为什么你不选 C 呢？其实我觉得如果选择 A， 你也可以选择一个前面是腹肌图案的一个 face skinny， 这样子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大家的家里都可以穿上不同不一样的 face kitty， 然后让观众去竞猜谁是谁，因为上面代表了自己的性格，这样子可能是一个更加有意思的小游戏对大家。好，我哋睇下大家分析呢个性格吓咩答案先。好，他选的是答案一，就是你会从平凡当中追求不平凡，是不是这样子？应该是的。好了，谢谢你，谢谢。好了，嗱，咁啊，先头睇到咧，我哋咧就系一至四号嘅佳丽啦。我觉得咧，其实咧，原来一个人嘅性格咧，真系唔可以从外表咁样睇，要同佢哋倾下偈，先知道佢哋嘅内心系点样啊。不过咧，你又睇下喎，呢啲嘅即系我哋嘅问答环节啦，好似心理测验咁样样，系冇一个标准答案嘅。系噶，即系你想点答？诶，我按翻我自己嘅谂法就系啦。冇错啦，咁但系我相信咧，嗱，各位评审团咧，就系咧佢哋个标准嘅答案咧，肯定系心目中有一个秤喺度啊。咁啊，但系当然啦，要知道边一个先系最好咧，要睇埋五同埋五至到八号嘅佳丽嗰个表现先知道嘅。系啊，咁啊，所以呢个时候咧，希望大家能够揿低我哋自己嘅呢个好奇心，提升翻我哋呢个观察力，因为稍后翻嚟仲有其他佳丽嘅出现噶，千祈唔好行开。广告之后继续翻嚟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沙菲寶，你覺得點解咁多人中意玩呢個心理測驗咧？阿 Leo 啊，唔使嗌我名咁大聲噶，我想話俾你知咧，因為咧，你一玩心理測驗咧，好多時候你會聽到自己想要嘅答案，跟住又可以即係鼓勵到自己正面啲咯。我覺得其實係即係有啲覺得啱聽嘅就覺得好準。啊！但係而唔啱聽嘅話，你就覺得唔準咁啦，係咪？你真係肺腑之言，就係咁啦，冇錯。咁跟住落嚟咧，五號 Nicole 睇下佢究竟想聽定唔想聽，啱聽定唔啱聽啦。唔知道啱唔啱聽，但我好想聽啊 Nicole 喺西班牙嘅故事啦。我最難忘嘅旅遊經驗就喺法國做交換生嗰陣，同九個嚟自唔同國家嘅同學一齊去 Barcelona 旅行。我哋最後一日就去咗睇日出。我記得那天很冷的，但我們個個都很 excited， 一邊看日出一邊就在這裡講我們 exchange 的經驗，個個人都很珍惜我們跟對方相處的時間。跟小華裔小姐一樣，帶給我們八個女生可以認識到對方，還有一個很 valuable and unique experience。Nicole 你好，全冠好，思怡你哋好 ，Hello。嗱，咁啊，今次咧就想咧再一次咧安排咧，就係睇日出噶。咁你會選擇同咩人去以下嘅邊一個地方睇咧？嗱，選擇 A 就呢個土耳其 Cappadocia 坐呢一個嘅熱氣球。咁啊，每次咧有成100個熱氣球咁樣升空嘅喎，非常之壯觀喎呢個日出。OK， 嗱，選擇 B 咧就係呢個復活節島。有呢個神秘嘅摩艾石像啊，有呢個歷史背景嘅日出。OK， 好啦，咁啊選擇 C 咧就係呢個南非大草原，哇！呢個最原始嘅日出嚟嘅，三種日出各有風格，你會選擇邊樣咧？咁首先咧，我就會同七位佳麗去去睇日出嘅。因為在疫情期間咧，其實我哋好多地方都唔可以一齊成班人一齊去啦，包括係嗰啲 events 啊，同埋拍嘢嗰陣。咁咧，其實我哋拍嘢都要個個人一齊分開拍啦，因為要保持 social distancing 嘅。所以咧，就第一就希望同佢哋一齊去旅行啦，可以多啲 spend 時間一齊啦。
同埋咧就我會選擇 A， 我想去土耳其。嗯，我估到你肯定是那個啦，朗啲女仔中意去嗰度啊嘛。但我好失望，點解你話唔係同我去，要同其他佳麗去？呢啲 suppose 啲 suppose 係浪漫嘅嘢嚟噶嘛，係咪？帶佢都浪漫啲嘅。我哋可以帶埋你哋去嘅都得。啱啦，執行李啊，你負責拖行李。我哋嗰啲拖行李啊，嗰啲係阿四啊嘛。咁啊，揀 A， 咁點解又唔去啊？復活節島啊，南非大草原啊，狂奔下，著住套泳裝咁樣。咁其實咧，我就覺得土耳其好特別啦，同埋咧，就有好多即係好熱鬧，咁就啱成班人一齊去嘅。咁同埋咧，就係土耳其啊，喺開 air balloon 嗰度咧，就有好多嘅cafes 啊，同埋 restaurant。咁我覺得背住熱氣球嗰度睇日出咧，同埋一路可以食飯咧，係好好即係好浪漫啦，同埋可以影到好多好靚嘅相咯。同埋因為土耳其其實而家經濟唔係幾好，咁如果喺嗰度消費就可以幫助佢哋嘅經濟。你選擇地方都諗埋呢個經濟效益啊！好好啊，佢同埋佢已經諗到而家即係個個都係叫外賣啊嘛，即係攞住啲外賣上去個熱氣球嗰度睇，會幾好啊！日出日落都靚。完全係啱曬你嘅性格，我覺得啊。不過我睇下你個性格分析準唔準先啦。好，你揀呢個答案一咧，就係你好中意熱鬧啊，中意分享啊。好多謝曬 Nicole，Thank you。OK， 唔該曬 Nicole，Thank you。好啦，咁啊，跟住嚟咧，我哋睇下六號嘅。李尚 Tina 去带我们探索这个海底世界。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去到了被海水包围的国家马来西亚，那么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尝试潜水。我们找到了一片非常干净非常清澈的海水，当我纵身跳下去的时候呢，感觉到天和地的维度已经被打乱了。当美丽的珊瑚礁跟鱼群掠过我身边的时候，好像感觉自己也是一条鱼。那么那一次经历之后呢，我再尝试过很多次去潜水，都没有以前的那种感觉，所以那一次的经历也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回忆。你好，你好，主持人好。我看到你很喜欢潜水啊。对，我非常喜欢。好了，那这一次呢，我带你呢，就是再去尝试一个非一般的潜水活动啊。你会选择呢以下的哪一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啊。选择 A 就是世界最深的泳池，叫做 The Deep Joy， 有12层楼这么深，好深啊。选择 B 就是世界最危险的潜水地方之一。水底迷宫 Jacob's Well 里面弯弯曲曲又有淤泥，很容易迷失方向啊！好害怕哦！对呀，选择 C 就是那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的海洋洞穴 Great Blue Hole， 它是最大的水底洞穴。哇，好恐怖哦！这个三个地方各有特色，你会选择哪个地方潜水？啊，我会毅然决然的选择 B， 最危险的水域。弯弯曲曲哦，又有淤泥。对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不去那个 Grey Blue Hole 呢？因为对我来说，危险这两个字更像是在说很有趣。所以呢，你会选择那个 Jacob's Well？ 对。OK， 你不怕迷失方向吗？里面很多淤泥哦。可能会很危险啊。像我平时做一些运动，也会很危险。大家经常问我说，你会不会怕死啊，或者是你是不是不怕死？但是我很久之前在书上看到过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句话是说，人生就是自己的生命，比起生命的长度，更重要的是生命的宽度。那我想，比起那些危险有挑战的事情，我更害怕的是自己的人生过得非常的平静，非常的没有意思。但是我很想问，就是那个那么危险的潜水地方，如果假如你去了，可能你真的是最后一次潜水了，你会带谁一起去潜水呢？这么危险的地方，仇人吗？还是爱人？Good point， 那可能是仇人了，如果回不来的话。为什么？为什么？
啊，因为刚刚说可能会回不来，那如果我带喜欢的人岂不就送他去危险的地方、哦、所以你的生命的最后一刻你宁愿跟一个仇人度过人也不要跟一个你心爱的人度过。我还是希望我心爱的人可以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活得久一点。好，我们看看他的性格的分析先。好，Tina 选的是第二个答案，就是你喜欢凭直觉来做事，我行我素。哎 ，Leo， 哎，怎么样？我不理其他人的目光了。怎么样？我跟你一起去潜水。那我是你最爱还是最仇的人？最爱吧。好，谢谢。好了，谢谢你，谢谢。好了，咁啊，跟住嚟咧，我哋睇下咧，就系有七号嘅佳丽欧玉儿 Tina 喺广州嘅恐怖故事，但系绝对唔系鬼故事嚟嘅。我有一次去广州旅行，糊里糊涂咁就上咗架无牌的士，因为我听过好多黑的嘅恐怖故事，所以全车程个脑海入边都系啲好恐怖嘅画面。最后都好感激个司机安全送到我去目的地。原来最得人惊，除咗系乱搭车啦，仲有自己丰富嘅想象力。Diana 你好啊，大家好，两位司仪你哋好。嗱，而家咧其实咧好多发明咧都系嚟自呢个丰富嘅想象力啦。你咁有想象力，就俾你评论一下咧，以下三样嘅发明，边样系最有市场价值？嗱，听住啦 ，A 就系一个食拉面嘅头套，咁啊防止咧长头发咧就系掂落啲汤嗰度嘅，呢个几好啊，女仔好啱用啊，长头发。好啦，嗱，咁啊 B 咧就系筷子网，咁啊方便咧就可以嗱捞一啲食物，一啲细碎嘅食物咧碗入边吓。C 咧就系五年指甲钳。一次可以剪五隻手指甲，我會唔會剪親啊？我已經好驚啊！懶人啊，啱曬啊呢只。OK， 好啦，嗱 ，A、B、C 三個發明，你覺得邊個最有市場價值？我自己咧，我就會揀 A 嘅，因為好多朋友都知道我唔中意專登去食湯粉，就係因為啲頭髮會俾啲湯彈到啦。咁同埋又唔想綁住佢，因為會有個痕喺啲頭髮度。但係市場價值嘅話咧，我就會揀 B。咁你揀 A 定 B？ 係啊，係咯，我好 confusing 因為我揀 B 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個賣點就係可以喺湯底度尋寶。哦，又好節儉，唔會浪費，係咪咧？因為食到最尾啦，好多人都會我唔想食啲湯渣啦。咁但係如果有咗依個發明嘅話，咁就會慳咗啲食嘢，唔會 waste 咗啲食嘢，同埋會好玩啲咯。因為好似尋寶咁樣，係，同埋 C， 我覺得太危險啦，五個手指甲一齊剪，好明白。Okay， 所以你最後就係揀咗即係 B 喎，係啊，睇下準唔準先。你揀 B 咧，就係話你屬於慳儉型喎。有時都獎賞一下自己嘅喎，適當要。即係連啲渣都食埋，即係食到渣都冇得剩啊！驚唔驚？唔可以嘥嘢食啊嘛！多謝曬七號 Diana，thank you。好，唔該曬，唔該曬。好啦，嗱，跟住落嚟啦，咁啊，最後咧睇下咧八號礦正甜 Rachel 同我哋分享咧喺美國大峽谷嘅故事啊。有一次我同我啲屋企人去美國大峽谷，大家都知道啲懸崖係幾危險。我見到我媽咪爹哋企得太近個懸崖度影相，我就好驚佢哋會跌咗落去，所以我就開始喊。大家越安慰我，我就越喊得多。其實我啲眼淚係充滿住愛。大家好，你好，你好。呢一题咧就俾个任务俾你吓，就系咧要帮朋友减压，
嗱，呢個亦都嚇好偉大嘅任務嚟㗎。咁咧，請你喺以下嘅三樣揀一種，你會用嚟幫朋友減壓嘅。嗱，首先 A 就係咧帶佢去呢個水療做 SPA， 咁啊聽講咧可以令到身心靈放鬆啦嚇。好啦，選擇 B 咧就係送佢啲補充劑，即係食 supplement。因為咧食一啲 supplement 咧，據講咧就可以促進呢個減壓力嘅激素分泌，但當然要經過專業人士嘅吩咐啦，係咪先啦？好啦，咁啊選擇 C 咧，哇呢個犀利啊！帶佢訂碗碗碟碟嘅餐廳，因為聽講咧訂嘢咧係可以舒緩呢個精神壓力噶喎。A、B、C， 你覺得你自己屬於邊種人咧？我會揀 C 訂嘢。睇唔出啊！呢啲即系我个谂住我会拣嘅，即系佢应该你肯定系嗰只啦，但系佢又睇唔出咁斯斯文文，点解你会拣订嘢咧？因为我会拣佢去订啲碗啦，因为我平时同我啲朋友如果有压力嘅话，我哋都会去餐厅坐下去订嘢餐厅，冇去食嘢，去餐厅食嘢，跟住。我多數的朋友都是在藝術各方面發展的，譬如 Fine Arts 或者 Design， 如果我可以帶他們去訂一些碗，他們可能會在個過程中間有些新的創作，想到一些新的 idea， 譬如拍到一張照片，或者想到一幅新的畫可以畫的。即是證明呢，在他內心訂嘢呢樣嘢呢是可以發洩呢一個嘅壓力嘅。咁即係話，如果譬如話萬一今晚你攞唔到呢個冠軍，你攞到亞軍咁計啦，我仲掟落地下唔制，我要攞冠軍，會唔會係咁樣呢？有可能嘅真係咪話？我驚啊 ！Rachel 未諗到，我俾個 idea 你。如果今晚咧即係咁啱唔係攞個冠軍，你就攞 Leo 叔叔嘅頭像翻去，跟住當飛鏢咁樣掟佢，咁咪可以發泄到咯？係咪？喂，攞冠亞季軍又唔係我嘅問題，係評判啊嘛，你攞評判嘅頭像啊嘛。你要帶領得好，咁好啦。咁點解你唔揀帶佢哋去 SPA 或者食啲即係補充劑？好多女仔都情願去 SPA 嘅喎。我平時都唔係好貪靚，同埋我都想 join 我個朋友一齊去個做嗰個 activity 啦。所以如果我帶佢去 SPA， 可能都會坐喺度睇住佢。咁點解唔揀送呢個補充劑咧？我對補充劑冇乜 information， 因為佢都話佢完全都唔貪靚，佢都唔知呢樣乜嘢。人哋又後生，都未需要呢樣嘢。你成日都食嘅咩呢樣嘢？我戒咗啦。你問下 Andy 啊啦，Andy 好了解呢啲嘢。戒咗戒咗啦。OK， 咁啊，所以咧，你係會揀呢個 C 啦。我哋一齊睇下個答案啦。答案三就係話，你雖然咧就係行動比起思考快，但係其實做事係好有衝勁嘅喎，好有 energy。你係咪咧？啱，有時候會衝動，可能我做嘅嘢唔係最好啦，但係我個心係。覺得好嘅，即係就算今晚掟獎，佢都係好人嚟嘅。希望你今晚可以攞到個好成績啊！我希望你攞冠軍，可你唔好掟嘢，我驚你掟親我。好 ，thank you，Rachel。Thank you。好，唔該曬 ，Rachel，thank you。哇，嗱，咁啊，聽完曬咧，我哋咁多位街弟咧，真係咧瞭解到佢哋嘅內心係點樣啦嚇。原來呢樣嘢係冇樣睇嘅，有啲睇落去好斯文，但係原來咧入邊係好狂躁嘅。係咪狂野得唔得？唔好狂躁。狂野，狂野。你知唔知狂躁係唔係狂野嘅形容係哇咁嘅嘛？狂躁我做唔到，你知唔知？咁同埋咧，即係經過咧同佢哋傾偈咧，我發現其實咧即係去旅行啊，唔一定係話嗰一刻嘅嗰個風景令到我哋難忘，好多時候係可能嗰一刻嘅心情啊，嗰一刻嘅感受令到我哋难忘，就好似咧我哋八位嘅佳丽啦，同埋所有咧曾经参加华裔小姐嘅佳丽们一样啦，就系呢一个过程就系一生中即系最靓嘅一个回忆啊。系冇错，嗱咁啊，我哋今年咧就唔能够四周围去啦，系咪先啦？咁啊，所以咧其实咧以下落嚟一 part 咧就非常之好啦，因为咧每位佳丽咧会着上唔同嘅国家嘅服装啦，再喺咧唔同嘅背景嘅衬托之下，哇，可以令到我哋咧好有呢种去旅行嘅 feel。而且我想话俾大家。雖然今年受到疫情的影響，但我們的製作絕對是一 part 正過一 part 勁過一 part 啊！冇錯，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廣告，翻嚟見。
嗱，沙菲寶啊，我知道你好中意去旅行噶喎，咁今年都好慘咧，你冇得去。係啊，你最中意去啲咩地方嘅咧旅行？我自己咧就比較中意咧，即係去啲我未去過啦，咁啊同埋有啲歷史背景啊最好啦，咁樣可以睇到好多嘢，學到好多嘢啊。其實呢我嚟講啊，中意啊冇你咁刺激啦嚇，我中意 hea 足一日嗰啲好度假 feel 嗰啲嚇，但係好可惜啊，今年咧真係邊度都去唔到，咁啊唯有咧就係睇翻啲旅遊節目啦，睇翻啲舊相啦、紀念品啦，咁啊望梅止渴啦，係。哎呀，未有咁慘嘅，我想話俾大家知，今年咧睇嚟我哋百位佳麗咧可以幫到大家，俾翻啲旅遊 feel 大家去 feel 一 feel 啊！係啦，咁其實咧，我哋每一位佳麗咧，就將會咧著出啦唔同呢個服裝啊，同埋咧喺唔同嘅背景嘅襯托之下咧，就一齊行 catwalk。哇！希望呢樣嘢咧可以勾起大家啲嘅旅遊 feel 喎。係啊，同埋咧，我哋分咗唔同組別嘅，個感覺都係完全唔一樣㗎。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咧，佢哋咧第一組咧就會去到呢一個嘅美國同埋巴西，哇！充滿呢個美洲風情。第二組咧就係非洲嘅風格，再 crossover 埋英國歐陸風味啊。至於第三組，就翻翻呢個俄羅斯同埋中國喎。第四組咧就係熱門旅遊國家啦，就係韓國加埋日本。咁所以希望咧呢位佳麗咧就能夠咧帶大家去全世界去遊覽一下，勾翻起大家啲嘅旅遊嘅回憶啦。好啦，呢個時候事不宜遲，有請八位佳麗帶大家一齊去環遊世界。
哇！真係每位都充滿住活力啦，同埋咧散發住呢個個人嘅獨特嘅魅力啊！係啊，我終於都知道啦，點解每年咧咁多個靚女咧，即係好想嚟參加我哋嘅華裔小姐啊！原因就係話咧，可以有咁多即係咁多唔同嘅嘗試嘅同時咧，係咁多嘅同事台前幕後係圍住你轉，全心全意幫你扮到最靚啊！你知唔知啊？嗱，咁啊，今年仲要好 challenging 啦，因為咧喺疫情之下咧，其實咧每位嘅工作人員啊已經咧係做到盡善盡美，務求咧就令到每位佳麗咧可以用最佳嘅狀態演出嘅。如果我覺得咧喺呢個嘅基礎之上，哇，再攞埋獎咧，咁就錦上添花啦。咁我相信咧，即係呢一刻咧最緊張嘅咧就莫過於我哋嘅幾位嘅評判啊，同我哋一樣啊，個心情都係好緊張啊，好想快啲知道個結果啊。係啦，嗱，咁啊，所以咧而家咧我哋廣告之後翻嚟咧，各項嘅獎項咧就會有揭曉啦，大家千祈唔好行開。今年咁多位佳麗咧，冇因為疫情而卻步，反而咧就好積極咁樣參與咧就各項嘅拍攝工作。咁其實咧，對我哋嚟講係好鼓舞嘅，證明咧佢哋唔會因為害怕而打亂人生嘅步伐。係啊，其實今年咧，大家都多咗好多時間去思考，究竟喺我哋嘅人生當中咧，乜嘢嘢先至係最重要嘅？同埋今次咧，八位佳麗喺追逐理想嘅過程當中，其實佢哋首先收穫咗嘅咧係友誼同埋呢個比賽嘅經驗啊。嗱，咁啊有咗友誼同埋經驗之外，最好啊攞埋獎啦。梗係。好啦，咁啊，所以咧颁奖之前咧，喺呢个时候，我哋再次请出我哋咁多位佳丽隆重登场。哇，果然系闪亮登场啊！好，首先要頒發嘅第一個獎項咧，真係可以講話令人哋又愛又恨啊！因為好多人都話攞咗友誼小姐咧，好難入三甲噶喎。嗱，呢個宿命咧一早就已經打破咗啦。其實喺我哋多倫多華裔小姐競選當中咧，好多佳麗前三甲嘅佳麗，我講緊佢哋都係攞咗呢個獎噶。上年嘅冠軍咪就係友誼小姐咯。咁啊係，嗱咁啊，既然阿沙菲寶咧派曬定心丸，如果入唔到嘅就揾佢算賬啦嚇。好啦，咁啊睇下咧邊一個能夠先拔頭籌啦。好，跟住落嚟咧。我哋马上要颁发嘅咧就系友誼小姐呢个奖项啊！好，首先咧就出我哋嘅颁奖嘉宾，我哋有请 Miss Intercontinental Canada 2020，以及系 Third Princess of Miss World Canada 2020嘅李允霖小姐，有请 Caitlin。好，哇，好紧张啦！系啊，原来宣布呢一个结果系咁紧张噶。嗱，第一个奖项嘅颁发咧就系呢个友誼小姐奖啦吓。好啦，睇下咧边一位佳丽咧能够攞到咧众多佳丽咧心目中嘅一票啦。得未啊？得未啊？嚟咯，好。我哋睇睇啦，我哋今年嘅友誼小姐嘅得主就系佢就系七号欧玉儿 Diana， 恭喜晒！恭喜晒！恭喜晒！你先头见到咧 ，Diana 呢日出嚟嘅时候咧，望回眸咁样去笑一笑，见住其他嘅佳丽咧，多谢你哋。你知唔知佢真系佢嘅笑容又靓啦，即系可以代表住咧呢一个友誼小姐嘅精神啊！你知唔知？好，恭喜曬嚇！好啦，亦都唔該曬咧 ，Kitlin 為我哋頒發呢個獎項嘅 ，thank you， 唔該曬。咁啊，跟住落嚟啦，哇！呢一個我自己都好希望我可以攞呢個獎啊！你都知啦，即係秀髮獎，你知唔知係幾咁重要啊？對於一個女仔嚟講，係啊，嗱咁所以咧，跟住落嚟咧，呢個嘅美元髮彩亮麗秀髮獎咧，相信咧就為啲佳麗們咧能夠打支強心針啊！梗係啦，你知唔知啊？當你望到個靚女嘅倩影，望到佢背影嘅時候，哇！如果佢仲有一頭美麗嘅秀髮，真係不得之了，加曬分啊！咁係啊，總之我咁樣成頭白髮，肯定減分啦。OK， 好啦，咁究竟能夠邊個咧成為呢一個嘅美元髮彩亮麗秀髮獎嘅得主呢？我哋首先咧請出我哋嘅頒獎嘉賓啊！我哋有請美元髮彩代表黃立權先生，有請 Peter。有請各位美元髮彩亮麗秀髮獎嘅得主就係、就係八號光正甜 Rachel。恭喜 Rachel！哇、wow, ，Rachel 係咪我哋好最後生嘅其中一位佳麗啊？係啊，佢今年係19歲嘅 Rachel 啊。佢話佢自己嘅性格咧，又中意笑啦，又中意喊啦。但我覺得佢真係笑得好甜美啊。OK， 好啦，咁啊，再一次咧，就係恭喜曬我哋嘅八號嘅佳麗 Rachel， 亦都咧唔該曬咧，
Peter 為我哋頒發呢個獎項嘅，唔該曬 Peter，thank you。哇！誒好啦，沙菲寶跟住落嚟呢個獎項咧，我相信係好有呢個冠軍嘅指標啊！呢個叫做即係最上鏡小姐啊！因為你做藝人咧，你能夠最上鏡嘅話咧，即係證明你有 camera face， 有做呢個藝員嘅 potential。誒，同埋你知唔知啊？其實咧有陣時咧，我哋作為幕前咧，都幾怕人哋見到我哋就係、是、哇 ，Leo 你真人靚過上鏡啊！我都唔知道笑好定唔笑好。咁所以你下次你見到人咧，應該就話哇，你真人同上鏡一樣咁靚咁先得噶嘛。我係呢。你可唔可以講多次啊？你的面皮真的很厚啊！你啊，OK， 好啦，嗱，我哋睇下啦，我哋咧今次呢一個嘅 King's Cross Sunday 最上鏡小姐，究竟係邊個咧？首先咧就請出我哋嘅頒獎嘉賓 King's Cross Sunday 嘅總裁 Mr. Clayton Cho， 有請。好啦，即刻宣布 King's Cross Sunday 最上鏡小姐嘅得主就係、是、就係佢啦，邊位？二號楊柳 Mia， 恭喜 Mia。杨柳，恭喜晒！哇，果然咧就系咧，好多观众咧都认为佢就系最上镜。最上镜原来咧真系唔单止你嘅五官要好标准啦，仲要咧系好有气质嘅。哇，跟住落嚟真系好紧张啦，到呢个冠亚季军嘅成绩单啦，即系我人生第一次喺度宣布华姐嘅冠亚季军，我都好紧张。到咗气郁啦呢个时候啦，咁我相信咧咁多位佳丽咧，真系辛苦咗咁多个月嚟啦嘅拍摄啊，同埋咧培训啦，其实到呢一刻，我相信佢哋咧亦都最期待嘅。虽然佢哋嘅目标唔系话一定要攞奖，但系呢一刻咧系能够令到佢哋知道得到认同，得到评判啦、观众啦同埋所有工作人嘅认同。系啊，攞到獎就更加錦上添花啦！不過呢個時候咧，我哋已經咧就係頒獎嘉賓已經準備好啦，我哋要邀請佢出嚟啦喎。係啦，嗱咁啊咧，我哋首先咧就請出咧啊我哋嘅上屆嘅亞軍，2019年多倫多華裔小姐亞軍田雪純小姐為我哋頒發咧季軍同埋亞軍嘅得主嘅，有請 Anna。各位，2020多倫多華裔小姐嘅季軍得主就係、是。是邊個咧？佢就係八號匡正甜 Rachel。Rachel， 恭喜你！哇，成為咗咧我哋今年嘅雙料季軍。係啊，同埋真係好嘅人生經歷啊！即係19歲啊，我同你嗰陣時做緊咩啊？19歲啊！所以果然咧，真係咧有一頭呢一個嘅烏黑嘅秀髮，好重要，係會加分啊！真嘅，恭喜曬，恭喜曬！阿 Rachel 咧，佢之前講過話咧，自己咧又中意笑又中意喊，就係呢個時候啦。我就問佢咧，究竟攞獎嘅時候佢喊定笑咧？佢話笑住喊，就係呢一個咁靚嘅樣啦。表情啦，大家見識下咩叫做笑住喊嘅呢個表情啊！恭喜曬！哇，真係果然咧，係好緊張啊氣氛。你梗係啦，你知唔知而家講緊咧，即係八位佳麗當中就已經其中一個入到呢一個嘅三甲啦，跟住仲緊張啊！係啦，今日跟住咧有兩個席位咧嚇，唔知係能夠邊一個攞到亞軍同埋冠軍啊！好啦，呢個時候咧，我哋有請 Anna 咧留一留步先，因為咧繼續咧就為我哋頒發呢個嘅亞軍嘅得主喎。我哋2020多倫多華裔小姐嘅亞軍得主就係、是，佢就係我哋嘅七號邱玉怡，亦都係我哋今年嘅友誼小姐，果然咧真係又一次打破宿命。係啦，我都話噶啦，係咪先？好嘢，好嘢，我派咗定心丸嘛。果然係好嘢嚇，實至名歸。好啦，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哋都再次請阿 Anna 咧，就為我哋今屆嘅亞軍得主咧，就係加冕啊，亦都咧就係卸任啦，終於都一年啦，啊辛苦曬 Anna。好，咁啊唔該曬 Anna 先 ，thank you thank you。好啦，究竟邊個能夠成為呢個冠軍嘅得主呢？喺揭曉之前咧，我哋咧先要請出咧就係我哋2019年度多倫多華裔小姐冠軍陳曉宇喺卸任之前咧，同大家分享一下獲得冠軍呢一年嘅感受嘅。在這一年裡，世界各地都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之前的生活方式也幾乎都戛然而止。也正是因為參加了多倫多華裔小姐，令我適應能力變強，自信也增加了。这些都使我能够在逆境中坦然面对新的挑战，在此也祝愿各位佳丽能够保持信心，勇敢追梦，创造属于自己的非凡之旅。我哋欢迎陈晓宇。好啦，咁啊喺呢一刻啦，非常之紧张啦。好，究竟我哋2020多伦多华裔小姐嘅冠军岁数，而家马上为大家揭晓。
哇，嚟啦喎！各位，2020多伦多华裔小姐嘅冠军得主就系、是，系边个？佢就系四号艺师界 Bella。恭喜晒！恭喜 Bella， 成为我哋今届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嘅冠军。哇！我哋今年嘅冠軍咧，亦都咧今晚咧表現得相當之出色啊！無論咧喺呢個嘅才藝嘅演出啦，又或者係呢個嘅啊泳裝嘅問答環節啦，甚至乎呢個 cash 呢個 catwalk 嘅 fashion show，全部都做得咧發揮得淋漓盡致，即係表現得非常之好，恭喜曬 ！OK， 再次恭喜我哋嘅四號嘅佳麗 Bella 成為我哋今年嘅冠軍得主，喺呢個時候咧亦都係。勞煩我哋上一屆嘅冠軍陳曉宇咧，就係我哋今屆嘅冠軍加冕。好，恭喜曬，亦都唔該曬曉宇 ，thank you。好啦，咁我哋咧再一次咧就恭喜曬咧，我哋今年咧咁多位嘅得獎佳麗啦，嚇咁啊咁多個月嚟啦，嗰個嘅辛酸同埋個付出真係冇白費到嘅。係啊，同時咧亦都咧即係要多謝曬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因為今年喺疫情之下去做呢一場咁特別嘅華裔小姐咧，真係完全唔容易啊！咁啊，除咗其實咧每位佳麗嘅辛勞之外咧，亦都非常之多謝咧我哋所有嘅工作人員啦，台前幕後，大家唔好以為咧喺疫情之下做一場咁嘅 show 更加容易，其實係三倍、四倍、十倍個努力先。同埋我要多謝 Leo 前輩，係咪啊？係啊，你令到我由開頭好緊張到而家，哇，好開心啊！我見到你下年不如你去參選算啦，咁開心。多謝你開會㗎。OK， 都多謝曬我哋嘅拍檔啦，沙飛寶。好啦，咁啊，今次咧，我哋多謝曬我哋所有嘅工作人員，我哋明年再見，拜拜。拜拜。